棍子，然后好三好几个女的上上干么呢？好个背，好个镜头根本都不能用，一个黑大黑背影儿不能用。安明县三菱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生产不锈钢环绕产品的科技企业，于2008年成立，其间已有近9年的发展历史。公司产品已通过欧洲 CE 认证、美国 FDA 认证以及 SGS 质量检测报告等。公司发展至今，产品已经销往全球120多个国家，产品质量得到了广大客户的一致认可。安平三菱制品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防切割不锈钢环网手套、鞋套和围裙，其中不锈钢环网手套深受国内外客户的青睐，每只手套都是由数以千计的独立焊接的不锈钢环环环相扣而成。在生产方面，我公司采用进口的先进设备进行高标准生产，确保每一个产品的质量。在设计方面，公司聘请了专业的美国设计师设计，在提供手和身体可靠保障的同时，确保高度的佩戴舒适性、灵活性和耐用性。是用那个不锈钢316制成的，它特别随手而且灵活，没有接点儿，它不会挂手。你看，我们试戴一下这个，它主要用来一下那个防切割，而且我们这款手套呢是左右手都可以戴的，从里面翻过来，我们直接可以用右手来戴。这款手套呢，主要应用在这个屠夫行业，像这个玻璃厂啊，还有是木匠啊，或者还有这个雕刻呀，都可以戴这种手套。安平三菱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系列产品，适用于多种行业和工作环境，其中包括屠宰场、食品加工业、鱼类和贝壳类海产品处理业、服装剪裁行业，以及警察安防、特种安全行业等等。公司采用完整的产品生产管理体系、规范的操作流程、优质的营销网络以及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致力于以高品质的产品和最优的价格满足国内外客户的需求。我公司主要生产不锈钢环网系列产品以及不锈钢环网机器，公司产品远销全球120多个国家，产品广泛应用于屠宰行业、纺织行业、食品加工行业以及特种安全防护行业。公司产品拥有安防行业各种国际化认证，产品质量受到国内外用户以及各大行业机构的广泛认可。一直以来，我公司致力于专注手部安全防护以及身体其他部位防护。公司愿景希望在更多应用范围内让更多的人受到安全的保护，让更多的人能够在工作中免受意外的伤害。没了。